啊，太早了，各位 YouTube 的朋友，大家好啊。有这样一句话啊，在收藏圈子里，叫南长沙，北锦州啊，中间有个小德州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锦州，参加锦州一年一度的这个古玩交流会，跟大家先用语言介绍一下呢，它的规模。大概到了一个很小的这个城市啊，这个城市叫锦州嘛。这次来的人比较少啊，来了大概5万人啊。这5万人呢，都是从事古玩行业的啊和捡漏的。古玩圈子很小众，能来5万人，其实已经很多很多了啊。哟。几楼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领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交流会，其中呢有几部分，有一部分呢就是地摊儿，地摊儿呢我估计啊至少来了2万人，规模很大，非常非常的大，你看啊，你看这，这拿的这。这个箱儿的，这都是，通通都是，一会儿给大家看这个地摊啊，我给这个，因为有好多朋友也来了，都是我互相认识，他在联系，我问一下怎么走啊。还是瞅不着尽头啊。这因为太早，所以说人不是特别多，但是主道上也特别多，几公里长。这锦州古玩城哈，看不到头，看不到头啊，两边都看不到头。这道边通通全是，这全是，太多了，啊，这个我说5万人都是保守的说了，整个锦州都沸腾了。坐下修成个稀里糊涂的。这是个什么？鲨鱼牙，这紫砂密码。哎，那个打电话了，那边打电话让收一收。谁？我说那边举办方打电话了，让把这个收一收，可能一会儿。这个也不行啊。一会儿可能要过来，这不属于化石也不行。不是，哎呀，讨那麻烦干啥呀？是不是？也是修的稀里糊涂。讨那个麻烦没有意思。这块多少钱？应该不错吧？那还1600。这个也得收。扫一下这帽子，值不值钱？扫一下，扫一下，好了。扫一下，这下不多少钱？这么大的？清楚。啊，清楚。不行，这么大的。不清楚，这是料的吗？差点。清楚也不错。后边带上扣子的那种是吗？多大青铜？一会儿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带起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2000最低。不讲价。这个行，我能1800买，那个实价400，2000有点高啊。我1800买的，真的。但是东西肯定是没问题，肯定是对的。主要是坏了。缺个那口。好像他们在那边那个楼上呢。在那边那个，我
大厦里头呢。这有啥要收的？不是他妈收起来两个吗？对，这个也收了吗？他就在就是他操作钱，嗯，这个800一个，那样的200一个，品相差的就便宜。这个便宜点啊？要不这1800买的？你看这1800买的，是不？嗯，不，1800我还不能卖。不是300行吗？跟你说，就卖家了，那种便宜，你要都拿那种150就可以。你说赔吧，让你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东西我能看到1500，不行，卖不了，这卖不了啊，1800也卖不了，1800也不卖，嗯，不卖，就2000，嗯，我跟你说的是实价，对吧？还有，啊，我这账团的，这是账团的，这800一个，真漂亮，卖价，那看着也差不多。好吧，来吧。我跟别人都要2500、2800，但是好，支付宝有吗？我扫你。有，这东西肯定没问题。有的那一大堆一大堆的。嗯。电话来了。哎。啊。3500，咋的？咋的？给1000，你告诉他，你问他有多少啊？啊，好了，这个也得收费。你先那什么，你先跟他回完也行。没事。2000啊，没有这么大袋子的，要袋子吗？不用，没事。没有大袋子。理论说这也不行，这不也出土的吗？嗯，对，出土的也不行，你出土。支付宝到账2000元，因为出土卖假的那么多，出土的也得收起来。那卖假的那么多，他那不就说假的就完了呗？不行。行。嗯，讨那麻烦，你回头，当时人家特意通知你们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通知你们那个啥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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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要收的了。嗯，这小不点儿，没事了吧？应该没事，那个没事吧？那太不起眼了。就是，没什么可收的，这他妈全收起来了。嗯。老板，你这个东西是你能看到什么时候？西周。周哈，嗯，这个保守的说是应该是战汉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应该是我看也是这个西周左右的。我这还有那什么？但是我们为了严谨啊。你不用严谨，那绝对到西周。啊，这个东西真漂亮。我还有那个没清理完的照片，你要吗？2000过去了啊。啊，你说没清理完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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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。这个简单做了一下清理啊，这个真漂亮。这个如果要是戴在那个男士或胸前的话，这多好看呢！啊，给包一下金，把这两面包一下金箍，包上金就漂亮了，更漂亮了。包金的话有5克，基本上就够了。啊，包2个金箍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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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嗯，哪个？啊啊啊！清理之前，清理完的，行，我走了啊，再见，老板啊。我最近太忙了，我去店里喝酒呢。我人这不有钱吗？喝酒呢吗？等这钱花没，不得找我吗？不卖东西吗？啊，好。这最少多少钱？啊，最少可以少点。你看，回到家，你看你，你说我这你愿意还价？这小玩意儿，这还淘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还淘的，你知道吗？300。300是少点儿，也就这样，老板，真心话，也就这样。这现在这都卖的不好，半夜了，你来趟，行行，啊，行，你手艺人干啥呀？嗯，这脚胎的那个啥，是我看是像脚胎那玩意儿，我也不太明白啥，但是老公的是，卖高速卖的东西，嗯，哎呀。
卖就卖吧，擦擦擦。脚摊的。脚摊的。嗯。老。脚摊的东西特别少。少。非常少。市场没看着过。嗯，真喜欢。这个如果不是脚摊的，300我都不要。是吗？嗯。市场我都没看着过这个。但脚摊的东西真是很少。嗯。嗯。这个可以作为标本了。太少了。行，谁买谁立呀、啊？好，我说一下。行，是吧？过去就是。来了就客，然后买点卖点，再研究看别的。对。对。是。这三个全是全品吗？不全品，都有冲。全有冲啊。啊，有冲。冲价格也不。你说这三个多少钱？三个也得。嗯。三个得4500。嗯，我冲线了还这么高，哎、这俩都走形了，这个是麒麟，不能叫马。麒麟是麒麟，年份好，年份好，嗯，年份开门，晚年份就这个年份的少见，嗯，不是很多，嗯，中期的，我这么多年这整这三个我还都残，嗯，空白的，这个是空白期是吧？空白的啊，嗯。中西东西吧，嗯，东西东西，行业，这东西你看也买行业吗？嗯，瞎玩儿，我是不懂，就是瞎玩儿。咱就是瞎卖，反正就是我不稀罕了就想卖了就处理。是是是，玩收藏就这样的，不喜欢了就出手了。嗯，玩认的少。对，嗯，你看你这你大手，嗯，就放两天也没人搭他。嗯，真心话，真年轻人不扯这个，对，不啊，对。我说我你说的不是年轻人扯不扯我不知道，但是真的这个东西真的你再放两天都不会有人买。不对对，要不然给价我搭就给你。是真心话。但是我真挺喜欢这东西。是脚胎少我也觉得。脚胎是太少了。脚胎啥意思？脚胎就是。工艺非常难。哎呦费。就是你看我们玩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这个紫砂壶的脚胎非常贵，就是学我们中国汉代的东西，学唐代的东西。啊，是那个意思。对，但是你这个东西断到唐的话，有点不严谨，但是至少五代十国左右，嗯，五代左右的东西，比宋早，比唐可能稍微晚一点。我不太明白，我也是上海不这么听说啊，专你代购都不要，嗯，啊，那不懂吗？你知道啥玩意儿？是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这好东西，你这。赚出上万上千，但我也人说人有，嗯，说这得是送代东西。对，这玩意儿他问我说送代的。嗯，这个有完整的吗？老板？没有，这个就是这样。嗯，这东西也是好东西。嗯，这完整的东西，这都是好东西。只不过玩这种人东西少。太少了。这是真正的龟壳。龟壳那有文字。对，甲骨文。嗯，甲骨文龟壳的。行。你要看相中话可以，我这东西都是不，这个你要完整的我肯定拿。啊，那嗯，完整的。懂行吗？这行五个山吗？我的妈，这玩意是。这也不知道啥玩意儿，但应该是个老件儿，老件儿是没问题。但是这就是小元素啊，就是个小元素啊，干啥用的？这东西谁知道干啥用的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嗯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嗯，对，这个，这很有意思，都，嗯，这怎么年份好啊？是吧？是吗？我不太懂，嗯，这咋卖的呀？那个，哎呦，一两块钱一粒儿。哎呦，这都是碎的，是吗？想卖的价。这个也100哈。这买这雀老这个。对。雀老就贵点。这个咋贵？贵50啊？这个得300。这个。你确保绝吗？嗯，对。那一共就三个，好像两三个是。好几个，这玩意儿很多，这玩意儿这这东西很多。嗯。这个呢？那个也就那一两年了。这东西，这个瞅的没什么太大年纪。这个好像是行了，但我不太明白这玩意儿。
可拉倒吧，你们都是行家还不明白。我不是说面面俱到啊，这样的我就行，我就青花瓷行，别的我都是瞎买的，完了买你不愿要了就淘汰了。这个都多少钱？这个按粒算的。嗯，一粒、二粒、三粒，这粒应该贵一点是吗？是，这粒贵点，这粒不要。嗯嗯，行。就你要是这几个买，我不合你，你不多合你。嗯，你看看这几个你想要是吧？嗯，这个你就啥？你给我60块钱一粒。嗯，行吗？这一共几个粒？我看一下啊。嗯。七粒，这带文字的。嗯，这都是攒多年的东西，当时收起来可能也是也这个价。60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六七420，就算。800，不要这个。这个翡翠的，不，这是翠的啊。对，翡翠的，这个不要，这不要，这给你留着，800，行不行？行，好，行，我也不管新老了。老的。我们回来之后呢，洗了一下，看那个小罐子啊，洗完之后非常漂亮，这就说明了什么？我们没有打眼，看，这确实是一个绞胎的，看这个。当时呢，我因为它比较黑嘛，我们只看到了它。一点点，但是我看了它这个口沿里部也有绞胎的痕迹。那这个绞胎工艺啊，这个就是很难。